就这么就这一排有这么多个哈、哦。那这个完成的画面，也许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了。我大概就是把它截图啊、哦，放在最上面。我这个画面就是大概长这样的啊。其他的这个按钮哦，请自己再加上去啦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做的哦，就应该插入按钮应该都会啦哦，就是自己再把它加上去，然后练习一下。那做完这个部分的话 ，sub 大概就哦完成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再来看第二种 VBA 的形式，就是所谓的那个自定函数。刚刚是 sub 是副程式啊，就是一个它不会有回传值，但是 function 的话呢，它会有回传值。也就是说呢，在使用者定义里面，我如果希望怎么样，当然有两个，一个是两重的，一个是多重的哈。如果两重的话，当然它会跟我要一个平均成绩，我给之后它会给一个合格不合格，这第一种哈。第二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的第二种，就是 A 或 B 或 C 或 D， 那一样给一个平均成绩回来的话呢，就是 A B C D， 大概这样子。OK， 那就有同学问说，老师，那个这边有没有办法做格式设定哦？跟各位讲一下，格式设定自定函数没办法办到。OK 哈，所以函数的话，它有它的限制，所以这两者之间，当然你要怎么去搭配使用哦，两者各有各的优缺点。OK 哈，好，那第一个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哈产生刚刚的这个插入函数的时候，使用的定义，第一个乘积函数，这个是一样哈，跟前面因为前面有讲过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来看哦，一样在模组里面插入一个什么呢 ？function， 特别重要，这个地方是一个 function。function 指的就是自定函数了哈，我们一个函数，那函数的名称呢就是乘积函数，所以把这个乘积函数打上，按确定，确定之后呢，它会自动帮我产生 public 哦，就是共用的一个 function， 这个 function 名称叫乘积函数，那这个刮弧呢里面本来没东西，那你要把它加上什么？平均乘积，这个平均乘积指的就是跟使用者要一个乘积，要一个资料。要一个资料呢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丢过来，哦，丢给哪里呢？丢到这边来。那你可以怎么样？使用者给你一个平均乘积，那基本上呢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去选取这个，哪一个呢？比如说它会选取这个吧，哈，它会丢这个给你，80分丢到这边来，好，对不对？